为了要庆祝行政大楼甲院栋宿舍硬体初批完成，西丽信义幼儿园伫斗南将军里的工地大楼上盖顶楼举行上梁的仪式。信义院上梁大吉祥，来，大家下落来。来办公室，过去三十年中间的时候，真侪囡仔啊，拢透过幼儿园吼，啊，安尼在弱势家庭的时候，哎，当底下收养，哎，当底下照顾，当底下成长大汉吼，啊，这是对社会来讲帮忙真大，啊嘛真无简单，长久吼，诶，一个社会福利这个事业，啊，政府做袂到的所在，就是靠民间的资源吼。西丽信义幼儿园迁建大楼兴建的过程，因为工程经费庞大，加上拄到景气无好，所以款无经费不易。不过，伫社会各界以及政府单位的帮助，终于是克服困难。咱幼儿园为九十七年政策动工，按呢中这个经费一直拢不足，啊，所以阮就拉去拉停，拉去拉停，所以到今一百零二年，一百零二年正终于当一个上梁这个机会。经费目前其实阮整个结构大概还将近八千万左右。为了要感谢社会各界善心以及政府单位的帮助，会长特别安排感恩的心，甲感谢你爱两首歌大合唱。每个人都非常的期待，希望这个新的家能够早一天来完成。新建行政大楼跟院栋宿舍的工程经费是2亿2千万，装修费用是8千万，空间内当收容128个院栋。目前大楼已经进入上梁的阶段，完工了后将服务更加侪社会上弱势囡仔。记者范宏宽采访报道。